That's crispy. 大家好，我是胖爹，欢迎收看胖胖小屋玩具开箱。这一次介绍是 Marvel Rangers X-Men 天启套的金刚狼。这款金刚狼主要出自于漫画的一个经典造型。先来看一下盒子的正面呢，有 X-Men 的 logo， 上面有一个 X， 左右两旁都是金刚狼的美术图片，背后呢则是有跟你说金刚狼的一个基本资讯，以及如何组成 BAF 的天启。回归到 HF figure 的部分，先来看一下头部的关节，头部为球体关节，可以左右的一个基本转动，往上看的幅度最高到这个程度，往下呢则是到这个程度。造型呢，它要把牙齿的细节做出来，两旁的这个经典造型也有做出来。肩膀可以360度的旋转，有设计一个蝴蝶关节的部分，可以前后的一个转动。另外平举大概不到90度，也有设计盔甲的部分，盔甲可以这样移动哦。手肘上方有旋转点，可以做一个转动，手肘为二段式的关节，弯曲到这个程度而已。另外手腕有上下左右前后的关节，可以看一下金刚狼它有设计爪子的部分，相当的酷炫。腰可以任意的旋转，也有设计前后的关节，最高可以到这个程度，最低呢则是到这个程度。另外呢可以看一下全身的配色，踩的是经典的黄色造型，属膝部为球体关节，可以做出劈腿的动作，最开到这个程度。往前的弯曲呢大概超过90度，往后呢则是到这个程度。大腿上方有旋转点，可以做一个转动，膝盖为二段式的关节，弯曲到这样。脚踝有设计一个基本的贴地关节哦。配件呢为附赠这两个可替换手腕，都是没有爪子的一个形状。然后来看一下呢，其实它这个手腕是附有爪子的，但是这爪子其实可以拿下来，所以胖爹觉得附赠这个手腕有点多此一举。我觉得附赠其他的东西可能好一点，可能这三个洞这样看起来有点丑，所以才附赠这个来代替。结论是这款 Marvel Rangers 的金刚狼全身约为14到15公分高左右，可动度上面来说呢，其实做得相当的不错，造型上很还原漫画，而且呢不管是配色还是比例上呢，其实胖爹都觉得这款做得相当的好。可惜的是这款的配件真的并不多，所以玩法较为单调，可以推荐给喜欢 X-Men 漫画版的朋友们做个参考。最后假如你有喜欢这部影片，记得帮我订阅哦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下面做询问。谢谢大家收看，